哎，兔兔，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。啊，熊大，你说什么啊？我没听清楚。我说，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。哦哟，只听到你在那边稀稀疏疏的，你的又不小，为什么要那么小声啊？大声一点啦！我说，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啦。哦，真是受够你了，一直自己在那边小声说，小声说，小声说，小声说。啊，我就是在小说啊。小说。小说。让我们欢迎小说研究社。还会是终点，而它的起点是。大家好，我是松山小说创作研究社社长，我的笔名叫做纳凉。那我今天来这里要恭喜大家两件事情。什么？那两件呢？第一件事，恭喜大家进入松山这所优质的好学校，松山真的棒。然后第二件事，恭喜喜欢文学小说的大家，你们有福了，因为松山小说创作研究社绝对是你最棒的归属，你们有最棒的师资，最扎实有趣的课程，请已经开始创作的你们，然后来加入我们，让我们让你更上一层楼。哎，那像我根本就连拿笔都还不会，这怎么办呢？如果连拿笔不会的话，可能要去读小学。那至于只有在读而没有在写的各位，也请加入我们，我们有自信能够让你提起对于创作的热情。学弟妹加小说，让我们打开你的眼界，谢谢。打开眼界哦。